Welcome to Korea。变身韩国欧尼欧巴。首尔顶级韩牛。这个肉酱蟹真的还挺好吃的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现在到景福宫了。广藏市场啦，主题真的很实在。Q 弹首尔安达市做一下 room tour， 套房下面最高的那一级。一口，梨花女子大学，人大顶尖玉米芝士，被小刘搭了一套。他玩什么？柿子冰。机场边上这个 Grand Hyatt 套房也太大了。体验一下两个小时的商务舱。我们到首尔啦，天是亮的，可以过海关啦。看后面 Welcome to Korea。 我们正好等到了这个6006 bus， 然后他每个行李都会贴个票然后给我们。 Taxi 在对面，然后我们正好遇到了这辆车，就准备上了。我瞬间就出发了，谢了我也反应过来，去安达市首尔是90分钟，如果你正好遇到这个车要发车，我觉得很适合坐这个车，不然的话肯定是坐的出租比较方便。我们下车才走了大概300米吧，就看到安达市了。check in 吗？历尽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到酒店了。明天再给大家 room tour， 今天有点累，明天见。现在是早上7:55，现在来吃早饭了。那一块就是早餐 buffet。它的那个优香乳吗？好像给小孩的。要不要挖种子吗？我要杰尼龟。餐厅就是这么一圈啦、啊。位置其实看起来也不多，高峰时期来的话可能要等一等。西餐区的这个沙拉。这些坚果什么看起来都好不错啊，水果看起来也不错。这一块就感觉是比较西式的东西了 ，cheese 和 ham 三文鱼，然后这边是沙拉，里面还有一块，这块好像就是比较韩式的一些料理。这边有一些蘑菇、鸡蛋。小孩的餐具这么小，然后一个小孩的餐盘，太可爱了。这里有个 Korean fried chicken， 我们搞了一个，看起来挺好吃的。第一次喝年糕汤，先选一个底吧。这里有个 Korean noodle， 豆腐。最后来一个冲汤。韩国五花肉。哦，这是它的酱。蔬菜粥、泡菜粥、萝卜汤、某种鱼、炒鸡、炒猪肉、炒面。哇，这还挺好喝的。这个炸鸡是凉的，但是味道还可以。喝一下这个年糕汤，很家常，很清爽。议员也拿了一块猪肉泡菜吃，一口。不要太贪心。好咸啊！今天是周日，是年初二，其实韩国很多地方都不开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先去梨花女子大学弘大那边，下午再回主要商区，明天再去景福宫。地铁站就在当就在这儿，然后这就是酒店。我们刚刚在 Seven 里面买了 T-Money Card， 可以用来坐地铁，也可以在便利店买东西。我们刚刚在那个机器 Wall Pass上用美元现金换了一张那种韩元 debit card 吧，也可以当成一个 T money card， 20刀美金换成了卡里的韩元现金，然后又取了20万的韩元来充值交通卡，一半充在了这张它本身这张 wow 卡上，一半充在了我们刚刚便利店买的那张 T money 卡上，就是多买了一张 T money 卡当纪念吧，还以为 T money 卡里面买了就是有钱的，太傻了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霞欧亭站坐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坐6站到乙之路3街，换2号线。韩国地铁黑压压的一片，梨花女子大学。我们现在在梨花女子大学的校园，这是他们的主礼堂，然后这边好漂亮。梨花女子大学是财阀家的女孩子就会送到这边来读书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据说他们的地图往这边看，这个楼梯上去就是他们各个教室。到弘大9号出口的
地铁出来，这里就是这家 Musinsa。 一元在网上不知道哪里看到的，说要来这里逛，买了一件大衣和三双袜子。前面就是宏大主街，好热闹。这是在路边买了一个鲷鱼烧，好吃吗？玉米芝士，看这拉丝，甜咸的组合，很好吃，比纯甜的好吃。到 at the arrow 啦。他们家的衣服还挺好看，给小刘搭了一套。最后买的这件598，大概是400多刀。也是从来低谷。就这家啦，吃柿子冰。震惊，这是一人份的柿子冰，然后紫薯拿铁，这个是伯爵奶油蛋糕，红梅冰茶。哇，好硬啊！哇，好冰，好冰，好冰！好吃的，融化一点好吃，我觉得。伯爵茶的清香，然后奶油又不腻，淡淡的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个不够烫，但是有点甜。这家店的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这边有好多绿植花，边上就是宏大的这个步行街。就是3万2千，那从外面看这里面更漂亮。现在小刘进去试衣服了，这又是运动休闲的一个牌，叫 Caprina。我买不出来，因为我不走运动休闲风。好像我的衣服。在玩什么？超级玛丽亚。他这家店叫 What If Isn't， 超可爱，特别是这个。表现为酒店放下东西要准备吃晚饭了。这段地铁是在地上。在首尔安达市做一下 room tour， 这次呢我们是直接用现金订的房，一晚是大概300刀左右。这家酒店在首尔江南区甲午亭地铁站正上方，交通还蛮方便的。我和小刘都是 globalist， 所以有免费的早饭。订到的是 one king bed， 给我们做了一下小小的升级，虽然没有升到套房，但是套房下面最高的那一级 one king bed premium 门厅。这边是挂衣服放小型行李的地方，厕所是在这儿的，浴室是没有马桶的，免治马桶。这边是大理石的一个水盆，一览无遗的卧室啦，设计是非常现代简约的那种，跟安达仕一贯的风格比较像。水吧加 mini bar， 所有东西都藏在了里面，有一包苏巴饼干、花生、太妃糖加巧克力、胶囊茶，我觉得它这个茶杯超可爱，烧水和 Nespresso 的咖啡机，也是一个茶壶，这茶壶也是特别可爱。下面就是 mini bar 啦，除了酒精以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有两瓶苏打水、两瓶正常水、可乐、light 可乐、雪碧、Canada Dry 橙汁，下面是啤酒什么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区域了，它只有一个凳子，我和小楼都坐不开。昨天是有那个橙子加上麝香葡萄，那个麝香葡萄还挺好吃的，这个橙子就很难吃。这边就是它的床啦，不得不说，跟日本比起来，韩国的床是相对比较软的，就更偏西化，睡得腰疼。是一个超长的沙发。小罗说很舒服，然后很硬，今天拍他睡在这里，小的一个 breakfast table 吧。空气净化器，他的 iPad 总控，而且可以调那个中文。这边就是他的井啦，打不开，外面就是一条高速公路、卫生间，然后他这里有个门可以关上。卫生间就是一个狭长的梯形，正好就是一个整个长方形的房间被它隔开，一边做卫生间一边做卧室嘛。浴缸、淋浴，绿色的大理石，很统一，加上那个墙壁也是绿色的。它的洗护用品是这个什么 Christopher Laudmiel， 反正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吧。然后给了浴盐、肥皂，它也是做一个内嵌型的洗手池，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好，这水不会洒出来嘛。这是它给的那个洗护套装，牙刷、牙膏、梳子、棉签、卸妆棉和浴帽，垃圾桶也是内嵌的，吹风机是这个 Super D Plus Unix， 马力挺够的。夸下这个设计，就是在水池后面有一个化妆镜，我在这里会化妆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，不用站着。但是它有一点点奇怪，比如说我现在这样，我可以看到背后的我，就是有无数个我在里面。台式的化妆镜是自动的，但是它这个角度卡不住，有点坏掉了。
首尔的 Hyatt 酒店其实就那么几家，这家安达是在江北的 Grand Hyatt， 这附近的 Park Hyatt。 网上看了，其实这三家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。最后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家安达仕，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真的非常方便，酒店楼下就是地铁站，对于我们这种两天特种兵行程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。我们首页还有更多奢华酒店的羊毛测评，商务舱羊毛测评，感兴趣的话记得到首页去看或者点这里。 OK， 那就这样，我们准备去吃晚饭了，待会见。看小刘穿成这样酒店里宾部邮件，我们问他推荐什么韩牛 BBQ 的那个餐厅，他给我们推荐的叫 Someone Garden， 离酒店走路七分钟。这个地方还挺美的，你看误入了什么高档餐厅。哦，就这儿已经上小菜了，这也太快了，我们刚坐下来。这个地方是个超级大的大厅，误打误撞小红书上看到说这家首尔顶级韩牛2023年首尔米其林餐厅之一。对，虽然是前台推荐的嘛，但是我没想到它是这么顶级高级奢华的。上菜了，这个是它那个调味的牛排肉，这个是它三种肉的拼盘，那边是它的酱蟹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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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超鲜，不会很咸，口感像冰淇淋一样，超好吃，明显就能感觉到它那个品质跟我们在美国吃的完全不一样。好吃，很嫩，我喜欢。这是它刚刚烤好的牛肉，蘸一下盐，就着这个洋葱一起吃，很 juicy 啊。这个肉，哇，我觉得它洋葱还挺好吃。如果不是因为它都馊到的话，我们是不会点这个拼盘的。拼盘是有300克嘛，我感觉吃完300克我已经很撑了，加一个酱蟹的话就是到极限。现在还有一份调味排骨，但是是它的 signature， 所以还期待一下的。的招牌调味牛排就是有点甜甜的那种，多吃会腻。准备了个甜甜的很烫的一个小甜点，红豆汤里面有一个年糕。总的来说呢，他家就是一个环境优雅，有个人会在边上帮你烤肉。我们整体是吃了多少？28万韩元，大概是200多刀。有人一直在边上烤，有点心理压力要把它吃掉，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家店还是不错的，牛肉品质还是很高的，喜欢吃烤肉喜欢吃韩牛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吃看看，但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。我想说的是那个酱蟹真的还挺好吃的，像我这种生的海鲜不太感冒的人我都觉得很好吃，连吃了好多块。小刘更加是沉醉在里面了，我感觉觉得一人吃个3-4块是很好的，吃到后面就会有点腻了嘛，有点咸吃不下了，所以大家量力而行，把握好度吧。我们走啦，看一下这个环境。欧巴开始戴围巾了。现在议员来到了他的天堂 ，Oliver Young。韩国屈臣氏。议员的领域，我就一无所知啦。这是在首尔的第二顿早饭，今天还拿了一个 omelette。今天的就餐环境，我们在韩式的这边，边上就是窗户，然后是个高速，所以晚上特别特别的吵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已经 check out 了，把行李放在前台 deposit 了。现在我们去隔壁的 Blue Bottle 看一眼。今天的一大任务就是来先吃虾点餐吧，还有熏牛还有蟹。抽韩有没有？变身韩国欧尼欧巴，太韩了这个头发。他们发型师也不大会说英文嘛，上来基本上就是靠那个翻译器。他说你这个头发太短了，没有办法做什么造型。然后他给了我一个 iPad， 上面有好多照片，给我指了其中一个，他就说你只能做这个造型 ，best look。洗头洗得很好，他最后给你头部按摩，按得我都快睡着了。他就一直都是用指腹给你搓，很舒服。看一下我这个头发，哇，
怀疑我自己根本穿不出这个。我们两个人是一人40000韩元，30美元吧、嗯，就是跟我们在美国剪个头发是差不多价格。乱讲，我在美国30刀可剪不出这样的。哦，对哦，我在美国30刀也剪不到，而且加小费，而且服务也没有这么好。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预约吧，你可以让你的酒店前台帮你约。我们约的就是 Juno Hair， 他说是这边连锁排名第一什么的。你如果有中意的，可以在那个 Screen Trip 上订。然后他一般是要定金的，但是这次因为是酒店前台给我们订，没有付任何定金，去之前要准备好自己想要剪的头发，就是给他照片什么的，然后准备一些韩语的翻译，这样沟通会比较好。我最后还让翻译机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帮我吹卷一下，就成这样。Later， 铁三号线出来，我们现在到景福宫了。这个地方据说是穿韩服是免费 的，就是它的侧门。到处都是拍韩服的人。这个景福宫里面还是很大的，我们现在就准备撤了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我们现在要去韩屋村，可以走路过去大概20分钟。伦敦贝果，这么长的队，结果要等2个小时，我们在 catch table 上排了个位。那我们现在走吧。伦敦贝果边上这家蛋糕店，先买点小吃。刚刚买的蛋糕，然后直接在路上吃，超好吃。这什么口味的？ cheese 味的一个小泡芙，一人吃得很开心。韩国人做 bakery 还是有点东西。这边就是那个韩屋，这是一个上坡，然后走上去，这整一个一圈都是这种小小的路，然后古建筑这种风格。我们到广藏市场啦，超级多人，进去看一看。它有很多可以坐下来吃的，像这个。人太多了，我还是先去回去找议员吧。议员在那边排队。这一摊是卖泡面的，超级多泡面，要不坐这吃？给你吃。哦。那个。看一下这个菜单。这10000韩元的猪蹄真的很实在。那 Q 弹。好吃吗？凉的，就是我感觉它没有煮冰桶，你看这里是热的，这里是热，这里是凉。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。真空包装的猪蹄拿出来，热水里面加热一下，然后拿出来切切切给你吃。这个是议员点的，就是两串鱼饼，然后放了一些海苔、紫菜什么的。这个位置真的太烫了，如坐针毡，屁股都要烫坏掉。감사합니다。아끝났어요。从广藏市场里出来了，时间比较紧，又想轻松的吃一些东西，但是那里面人很多，很忙碌的一种感觉。对，挑一个人少的时间来这个地方是蛮 chill 的，我觉得你一边走一边吃，你说卫生条件没有最好，但是很有那种氛围。 Later that same evening， 晚上11点了，我们到了机场边上这个 Grand Hyatt， 因为环球客的原因给我们升了一个套。这个套房也太大了，震惊的大房，令人震惊。进来就是一个客厅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水池，这里是有一个长长的长廊。走，走廊的尽头，这里有个厕所。再走回去，电视机。这边应该是卧室吧？哇，这卧室也太大了。这里还有个衣柜、衣帽间、马桶。这浴室好大，2个洗水池。明天早上9点钟的飞机，我们可能6点半就要从酒店出去，酒店的早饭也都吃不上，早饭6点半才开。明天机场见，拜拜。早上好，这是我们的酒店大巴。好，我们现在过去先退税，再托运。第一 F 这个地方有退税机，扫描一下就可以。
在这个地方给海关看好东西之后，机器上领钱就可以，也可以用支付宝。OK， 我们现在在海亚航空的 lounge， 东西不多，但是有泡面，有四种泡面，我们刚刚泡了一个，它这个粥还挺好喝的。刚刚登机，从首尔飞往札幌的航班，体验一下两个小时的商务舱，腿部空间很足，飞机感觉挺老旧，感觉是20年前的遥控器。我是 beef stew， 小刘的是什么？照烧鳗鱼，沙拉都是一样的，给了一坨黄油，应该等下会来发小面包。它这个鳗鱼我感觉就一般，这个牛肉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。希望这次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。圆圆圆，拜拜，我们北海道见。